飞行员马克呢，作为万国 IWC 啦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热销的表款之一哦，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哈、哦。很霸气的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句哦，从他这个原型的设计啊，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已经有的这个表款这一种设计啊，一直延伸到现在，延续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几乎80年的历史哦。那今天2022年已经来到全新的马克20哦，这个 Mark 20哦，就是我们所谓这个 Mark 叉叉哦，那这2020年全新这一代，那这种又经典又有故事又有历史又是高级名表，又维持着它这一种经典的设计啊，又是用这一种自家机芯的表款，哇，我小刚是最喜欢的啊。如果你也一样喜欢这一种飞行员啊或是军事风的这一类型的表款呢，你一定要认识万国 IWC 的这个 Pilot Mark， 就是这个飞行员马克系列哦。这一次的 Mark 20哦会带来给我们什么惊喜啊？惊喜如果聊到 IWC 万国啊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阿汤哥啊，这个 Tom Cruise 啊，这一部 Top Gun Maverick 的电影啊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好看啊，爆米花指数满分啊。那这次的马克20哦，尺寸还是一样维持在一个非常平衡的40mm 的规格哦，厚度比上一代马克18有微微的变薄哦，而且表耳的长度重新改良设计哦，戴起来比马克18哦在视觉感上啊更完美哦，表盘刻度的排位哦也稍微做了调整哦，使得这一代马克20哦看起来更加的紧凑哦，上一代镀黑的这个十分针啊也换成了金属的这种圆杠的色调哦，热气窗也用了白色底哦，那防水更是提升到了日常非常实用的100米哦，最强大的升级就是要讲一讲这一颗哦，搭载了自家力风集团旗下改的这个 IWC 高性能这一颗机芯哦，动力储存是来到了5天哦，有性能又经典，还是高级名表品牌里非常实惠的这个价格就能入手哦，也是为什么一直能让它保持在热门度哦，哇，真的找不到不买它的理由啊。